Doris， 然后我本名叫潘若兰，但不是潘若迪的妹妹哦，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子误会。然后我身高165公分，体重48公斤，32C 2535。然后我的兴趣是跳舞跟听音乐。然后很荣幸参加就是这次的直撞的举牌女郎，很高兴与你们相见哦。今天 Doris 就教女孩们怎么让心仪的男生怎么主动的追我们女生哦。就像我们平常可能会去，偶尔会去酒吧、夜店，然后或者是唱歌的地方，但女孩子总是会比较害羞嘛。那要如何让自己觉得，哎，一开始看对眼的男生主动跟我们讲话？第一个就是眼神，还有可能要稍微在他面前，就是可能这样子勾一下，这样子，虽然不要太明显，只是稍微对一下子。男生说不定会主动，会直接跟我们就是要赖啊、电话之类的。不要都是男生追女生，女生偶尔追男生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